小子不在，还火影忍者呢。这任务最主要承担啊，和葛军较磨刀石人。哇，炫酷帅啊！兄弟，你找什么呢？开瓶器，我来吧。 你是疯狂原始人吗？兄弟，啊，我们现在都是现代人，文明人啊，用这个来干一个，元师兄。嘿嘿，海星侠武。 一直没见着你啊！你怎么也来了？嗨，我也是精英啊，我也是被选上来的。行啊，都学会卷舌了。怎么样？看到普通话说的这么好的竞争对手来跟你竞争，是不是压力很大呀？是呀，是呀。